好，来，准备好，开机，3、2、1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江苏卫视快手616真心夜的后场。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TF 三团的朋友们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 家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朱志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苏新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张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张子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张俊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穆志成。哦，哇，你们都好年轻啊！就是真的是看到又有这么一波特别特别帅气、阳光的孩子们成长起来了。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分享？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大家在一起相处有多久。有三年。OK， 那其实大家应该是互相还是就是熟悉的。对。那有没有你们认为啊？我们就这个用手指就好了啊。你们认为团里面谁的偶像包袱最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说吧，我站里有一个舞台，然后就是在后面有个主装嘛，然后出去我模仿一下出去。有这么夸张的吗？陶醉在自己的自我欣赏中是吧？你感觉每一处细节都不落下的感觉。OK， 为什么你觉得呢？其实我觉得还好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偶像包袱很深的人吗？我感觉还好。还好。那我自己。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。